现在正在收看的是《黄金一百秒》，有请杨帆继续推荐。接下来我要推荐一位有着15年舞龄的舞蹈演员，可以说舞蹈让他找到了新的人生的方向。让我们掌声有请选手关瑞雪。瑞雪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，我名字叫关瑞雪，我今年36岁了，我是一名在三甲医院工作的一名儿科护士，工作了15年。从儿科护士，现在您告诉大家，您现在是职业舞蹈演员啊？对，我现在是在自己工作室开了一个工作室，有个舞蹈工作室，对，这个跨度很大呀。对，我一直两种工作一直坚持在，就是一边当儿科护士，一边当舞蹈老师。嗯哼，而且据说是2个月前刚刚辞职，是吗？对对对，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，也是得到家人的支持，我才做下了非常大的决定。给你点赞。哎，谢谢谢谢。那你现在的这个舞蹈工作室的特点呢？给大家就是以宝妈很多，很有创意，因为你是儿科的护士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多宝妈对愿意跟着您一起来学舞蹈，特别相信我，然后还有一些我病房的病人的妈妈，然后他们都很喜欢我。我觉得他不仅有舞蹈天赋，其实他有市场意识，这还真是一个市场的空白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你也提醒了我。将来我退休之后，是不是要干一个，就教宝爸跳舞的？对，很好，对，真的很好。你退休之后可以组建刚才的，叫老爸时代。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兼职的舞蹈演员，狠下心来辞职做专业的舞蹈演员，并从事这样的培训工作，需要勇气，也需要实践的检验。今天来到黄金舞台就是一个检验自己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很棒啊，敢想敢做。对。而且我相信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很快乐的。对对对，我真的是很开心。那好，接下来瑞雪，我们把黄金舞台交给你，好吗？好的好的好的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请转身。请登上黄金舞台。挑战成功！祝贺瑞雪！我们的伴舞演员看得很眼熟啊，上一期节目见过啊。嗯，来自哪儿？来自锦州。锦州。什么 S90 组合？这是新老交替啊！我们的老选手带新选手登上我们的黄金舞台，我们一起看一下你们合作之后赢得的现场的票数是。观众给出的支持票数是121票，祝贺，非常好的成绩，希望你继续加油。也谢谢我们 S90 组合，谢谢你们。